好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BIOS TV。 好，那这是买了一支新的 Stylus 3手机，它除了有附这个透明的保护壳，然后还有再附一个是钢化玻璃保护膜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吧，把这边贴纸把它撕掉了。这边有写日文跟下面还有英文。好，你说 9H 的疏油疏水高透光，那这边有四个步骤教你如何贴这个保护贴。跟刚才的保护壳一样，这个是塑胶的挂钩。好，这边有两个 wipe， 一个是湿的，一个是干的。湿的是第一季，然后 dry 干的是第二个。透明的保护贴，蛮厚的一层，有些分量。好，那之后再来贴咯。